喽。这是哪里？你要干嘛？没干嘛。没干嘛？你别闹了，你想怎样啊？碧玉呢？没事。没事？什么没事？快放开我啦！你们两个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疯了吗？想怎样？你在干嘛啦？快把我放开啦！怎样？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。哦，不对，等一下。假如我说你面前有两个按钮。按了就回不去了。按钮？什么按钮？你会选择哪一个？什么选择？你在说什么啦？你在开玩笑吗？你可以选择你死，也可以选择另一个人死。另一个人是谁？谁？谁啊？你老婆？你在开玩笑吗？哼，快把我放开啦！什么老婆？我看起来像开玩笑吗？疯了、哦。